男女爱豆就该一起唱跳，异性合作舞台的张力是别的比不了的，就像郑允浩和宝儿的。到的人只能说没这种福气，江胜奇和李泰容的合作舞台又撩又媚。韩娱有郑允浩、全宝儿，内娱有孟美岐、黄明昊。我说这是内娱最有张力的舞台，谁会反对？